哦，不会是为了跟我见面，特意把员工们都给清走了吧？哎呀，我这面子可真大！嗯，气色不错。看样子昨天晚上睡得挺好啊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没心没肺的。嗯，听这话的意思是没睡好。是啊，做了个噩梦。梦到什么了？梦见你了。 梦见你进我的房间，站在我的床前，让我很不舒服。<笑>我倒是真想进去看看，可是，那也得你愿意让我进门才行啊。少说废话了，把那两晚发生的事儿都告诉我，否则你后果自负。 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？这里面装的不会是离婚协议吧？是啊，你好好看看，有什么要求自己加进去。反正只剩三天了，我想你也给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吧。 好，我拿回去慢慢研究。好了，梦见你进我的房间，站在我的床前，让我很不舒服。